反倒说明你什么说呢？你长俩回去就上一个就火了。你上面打字儿，咔出毛。就是啥名字？哎呀，我是一强强。唱吧。你这都看不着的表演。是跟刀似的。刀的。李现，你这个你现在的声音还是不错的，蓝星，你这个声音上还是不错的。老师买两点歌就是李翔。这两道大眉毛又刮了，不影响你的帅气。好，好不好就完事。老师告诉你呢，你唱歌的时候呢。这就是血腥，还是咱这里面亮的，这外面路发暗。还行，那是血腥儿，也不是别的。准备准备，大家马上两百号，十八行起来买十个。梦姐打上了，第二点、第三点，满两点怎么就一个兵没有打不开呢？你笨。我买两点歌怎么就一个呢？说明你那一个是没买的。老师是买多少？我就对。表扬你买。我这个牌子排多少钱呢？十一点了，这排两个。那你开车去呗，到那家。啊，上哪？电话，好，接电话。行。我替你光头。啊。好了，啊。你这咋的？还有男的呢？按卡的。今天租车。你那租车，应该说造势啥的呢？啊，算人的，算咱们的。然后鲍哥的优先连麦啊啊，我没连过，是啊啊，我知道你鲍哥了，来，没连过，好，来。你现在录你不紧张了吧？秒杀价啊，七块，七块啊，就剩这几个，二四六八九个，就剩九个啊。行了，差不多了。跟你说的别的不好啊。才中奖了，七千了，在你这嘎挪用完了，在别人挪来回。真漂亮，都这么漂亮。没个夸的。到里边，到里边捡来。来，这个不用等。不用等啊。啊，停停门口了。停吗？没有停车位。停车位，还有一个小孩儿。太恐怖了，最近。那不着调，人说你这挣钱挣够了，是不是？不缺钱儿。小八。今天你一干那个的你就给我送两个烧饼呀。你说你上大去好。就是偷纸呢，还偷啥呢？偷纸，我干啥？偷纸。那房子呢？晚上都走不出去。人家不跟前那个不找。我怎么这么好看？怎么好看？怎么办？
我开给你的这五位人做世外高人，你要细细查，他们是中州四海镖局的镖师王大海，从学艺小当子，号称硬功无敌，人称河间大侠，善使长鞭，无人能够近身。周景之，沧州铁拳门的掌门人，在第四十中有一名曹大平，人称千里刀客，刀法精品不错。最后一个就是最厉害的一个，他叫杨流星。还有那首的剑法，我这首出神入化。哎呦，我瞅瞅我嘞，这么亮呢，一定要去锃亮。佳美，这玩意儿。剃完头不走，玩游戏啊。再看看我嘞。嗯，真帅。剃完光头也这么好看哈。真亮真亮。叫没了。这个造型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好好的，又来个特写，这怎么的？哎，你这个太高了，说就明白了，我试试。你这就对了呗，往下跑啥？你头两天都挺歇了，他妈的。我只能看前面，你为了看不着后脑勺，是不是？这是必须亲近，我是想亲近。王铁恩。早上好。嗯，整点别的词儿。没词儿了，这么冷都冻没了。冻没了。玩就得玩大点，不然多没意思。你这里边不也是两层吗？那咱俩就火了。原先我还有一条那么长的，多少年了？